108年，我们里长每共提案了170件，目前还在继续追踪的16件。交通的问题，交通的问题哈，解决自己的交通问题。所有的车子要上高速公路的部分，在早上都是塞在那里。坑天破坏以后，最重要我们是可以接上去，接上这个汐止交流道，好，汐止交流道南下部分。那这个是在去年12月呢，去年十二月行政就核定，确定要做，好，确定要做。高工局现在已经展开规划设计了，预计5年呢，可以将这个交流道做好。在大横路沿线，我们设置了11处的 ETAG 这个车流侦测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随时来计算啊，到底有多少的一个车流啊。另外还有3处，我们设置了这个智慧影像的监视器，那我们随时都有这些掌握资讯，它可以及时啊，及时来调整这个我们的号志连锁，还有这些描述，我想已经渐渐发挥它的功能。金融未来希望整个长庚休闲场这样子。这个土地目前是基金农业基金会的，那目前的开发啊暂时不方便，你敢碰吗？就等来那个人处理了，在生态休憩发展过程当中不要走的这条路，啊，那来就等来走了。希望能多用500平土地给我们保安里作为公园绿地、市民活动空间跟600设施地点。他在我们统计之后，在汐止这个这边，我们大概有21处哦，包含了公园、市场、停车场哦。这样子很多卫生所的公共设施了，所以咱即摆市政府咧开支开掉咧公园的关键就是讲，诶，公园地若是讲一定容易，啊无就市政府公有地的资本较侪，一定将大部分的时阵，咱才来开这公园。我们可以透过公办湿地同化的方式来取得这些用地，那这些目前都在我们规划的这个草案来方式来处理。但哦，要因地制宜。你的高空，你的高空感官那么强，公共设施保留地的解决到地震的，啊，你的案例在爱国比较反复的当中，所以我想要讲这个速度啊，啊，一寡爱国的代志吼，只要一开始吼，也无特别真难做，我一条都困难吼，啊，你好歹做几个困难吼，不管是旅游的，反正拢有遐，对拢有遐，所以肯定一定要做，好吧？啊，咱再说到哪做？啊，今日谢谢大家，啊，谢谢高通吼。还不差点，还是来不差多。